上午11点半，皮皮终于睡醒了。懒懒不想起床的皮皮，即将开始新一天的撒欢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干饭人干饭魂，是时候吃顿早午饭了。铲屎的今天怎么这么慢？不知道朕饿了吗？这盆可真干净，比铲屎的脸都干净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觅食吧。哼，还算有点良心，知道给我买袋新猫粮。这特喵的怎么打开的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皮皮，皮皮。干饭了，干饭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这猫粮也太好吃了，我要吃它个底朝天。好了，吃饱了，我给他盖上晚上吃。啊，饭后上厕所，快活似神仙。今天心情好，必须多来点。走你。新换的猫砂可真不错，踩着贼舒服。啊，畅快了，畅快了。上完厕所果然还是要睡个午觉，赶紧回窝休息。铲屎的，我先补一觉，待会儿叫我。我都睡迷糊了，铲屎的你咋不叫我呢？上哪买的新梳子在我这炫耀呢？梳着还挺舒服的吗？皮皮，我和大家说晚安了。